这本来就要搬家，这样子就想搬家，那你还是得出去吧。
因为你不先处理，那等到他来搬家的时候，他马上去跟你，他给我藏在你的家具什么里面的吗？他们这么会躲，这么会藏。你先去做，不要还没做就一直想啊，越想越多，好吧？先去做，做了看看会是什么样，再看看。OK， 不懂问那位。好，没事啊。今天只有两个字。对吗？那边福利很多字，福利看很多字，福利念很多字。好了，好了，你又看讲再多，不如开点对我有用。你先去做，好不好？快点做。就是你看你现在来就不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搞不好下次来你就很正常、很健康。现在都没了，就黑的变白的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反正你就回去不要想那么多，该做的先做一做，观察一段时间看是不是真的比较好。真的觉得哦，自己好像舒服很多了。找时间平日晚上来宫里拜拜，拜拜啊，顺便叫他们帮你看一下，反正这两个都有听到嘛。有听到了，有听到。那你不要下个礼拜就跑来了，是吗？你要观察一段时间。不会了，下礼拜不会。反正至少。拜拜八月八号来一个，你要来参加还是来拜拜？参加。对。OK。反正这个你们处理吧，那你反正没问题了吧？好吧，那没问题，那就请假。没问题。你的没有问题，就是你回家好了就没问题，好吗？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啊！啊，不要再沙沙这边碰一下，那边碰一下。都碰了，就搞到自己这身。就那些都不要再碰。还碰你自己处理。没有啊，是塔罗牌。一直碰你的东西。那个也算是你要帮人家背呀、啊。那你会处理，而且你跟我一样坐在这里，你就可以去玩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不要补。所以算就是有算钱，是不是？没有功力，就是叫他们自己去做善事。那你更傻，你算错了帮人家背，然后我会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背让我算之前，你们要说你们的业障，你们自己扛，我不会帮你扛。这是隔你们之间的事，反正那些你都不要再去碰。对啊，就不要碰。所以就是看到不管梦到什么，或者是都不要多说。你梦到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你跟有缘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就是你本身就是给你的一些小能力，不是让你这样去运用的。那所以我是看到一个半日梦到半日突然想预知梦还是什么？对，就是你都不能讲。你是说你常遇到预知梦？对，那就是你本身一点的小能力，那你不是拿来这样卖掉吗？来秀。就是我可能不会生活，因为我会担心。所以来做，来问就是来做，你就去做义工，慢慢的做义工，去慢慢的你就会学到很多人了，好吗？好。啊，要去哪里做就看你自己，那你自己找，你先把自己处理好了，你状态调整好，后续这些再说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一次想要弄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先把一件事情处理好再说下一件事情。啊，你现在这个泰国的啦，加上你那个塔罗牌的，你这一生就蓄累累，你先把它处理完再说了。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；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我们影片到此结束。